来介绍下一段的动作。好，剑发在这里。好，接下去，踏甩踏甩四拍，然后左脚左手，十手五六七八，哦，五六七八。好，接下去右脚均匀，一二三四。好，至少要做七下，上右脚五六七八。好，动作再讲一次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好，第二段直接做踏点，踏甩踏甩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右脚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至少要做到七。好，上右手左手 ，OK， 右舌手左舌手。好，我们配音乐。